如果你休息都休息不好，你就想着去练功的话，其实是不行的。对啊、嗯，或者是你要么舒缓一点，比如说我今天没有休息好，但是我又想练功，你就舒缓一点练，明天等到明天，或者是今天晚上早一点睡觉，第二天早一点起来，这样的话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生活规律啊，一点一点的去调整过来。哦、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在于我们要把生活的规律调到一个正常的这个状态当中来，而不是没有规律的去生活，好吗？对的，好吧，好，开始了，开始了，起来练功了。哎呀，昨天还扫了一下，干净多了。哎，扫干净了，感觉练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好，开始了啊！我把音乐放起来啊。他们几个人？哎，十几个人嘛，总共。就来这里学习的总共有十几个人啊、哦，我们不去讲好吗？我怕又讲到了敏感词。好，来，准备好了没有？我看几个人准备好了，我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差不多三十个人。哦，咱们就三十个人准备好。老师早上班，你就跟我说了个上班，然后人就走了吗？好，来，还是一样老规，我们先活动一下手腕脚腕。对，把手腕脚腕先动起来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放松。先做一下准备活动啊，还是一样啊，准备活动的过程练习，先帮助我们把身体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拉伸，然后让我们的阳气能够去生发起来，然后我们再来开始练呼吸的内容，再练肩部的内容，再练腰部，再练腿部啊，按照这个顺序来去走。音乐是水墨兰亭。有点不舒服，起来晚了啊！现在不晚吧？现在才6:39啊！你要么就是昨天没睡好，所以你起来你感觉有点不舒服或难受，或者要么你就是生病了啊，或者是快要那个什么。好，来胳膊撑一撑，打平，哎，打平放松。两脚打开啊、哦，整个人要放松，坐下来，好换、嗯。对，走换，走波浪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然后把掌拿出来，大拇指扣紧，四指并拢啊。这个撑这个掌的时候，还是需要用一点点力的。对，如果你不用点力的话，你发现手指尖根本就没办法并拢，大拇指也没办法扣紧啊。然后在这种状态当中，然后再把我们手掌像这样轻轻的压一压，对，对，慢慢来，不着急。对，我们这个关节啊，其实真的很重要。保持手关节还有踝关节的这个柔软。对，走，好，换，对，走，压一压，卡吗？卡的话你把网络换一下，或者是退了重进一下可能会好一点。好，来换，再把这个指尖，左手指尖朝下，大拇指一定要还是要扣紧，然后用右手抓住左手的指尖，看到没？好，然后轻轻的往后掰，大拇指扣紧，掌根用劲往前推，腰一定要放松啊。对，然后肩膀一定要放松，腰放松，肩膀放松。对，人一拉伸的时候啊，就喜欢动身体，
啊，要么就顶得直直的，要么就是哎耸的肩膀像这样，是吧？你这个地方拉松了，你结果你导致了你肩膀和你的腰变紧了，那就不行。对，你要感觉到哎这个动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把这个气力啊，看到没？放松，运到你的手掌上，嗯，运到你的掌根处，然后稍微用劲去掰。对，身体保持放松。好，哎，好，手腕抖一抖，甩一甩，好，换另外一边，走，一样的啊，大拇指扣紧，掌根用劲往前推，指尖往后掰，好，大拇指扣紧，腰放松，头顶正，对，头顶正，大拇指扣紧，坚持住。掌根用劲往前推，指尖往后掰，再用点劲，不要怕疼，肩膀放松，身体不要往后仰，肩与胯合，再用点劲，不用劲，我过来用劲了，再用劲，找，好，哎，好，放松一下，抖一下手腕，抖一抖，抖一抖。走，放松，有来有回，劳逸结合。好，下一个动作了，两脚并拢，留一拳的距离，也不要并得太拢。好，我们刚刚不是练了我们的手掌，对不对？哎，保持我们的腕关节的这个柔软，手腕。对，好，然后掌根往下推，五个手指头可以打开，但是然后用那个大拇指轻轻的扣住，哎，扣一点点。好，整个头顶正，下颚往里收，百会往上顶，啊，能感觉到整个人是有一种往上提的那种感觉。好，立直，好，吸气走起。好，我们通过一个动作，把我们手臂的内侧跟外侧我们去拉伸开，掌根无限往外去延伸，呼气放松，走，吸气。走，掌根向上，起我们的脚后跟往上推，如同托天之势。好，握拳，扣住，从两侧缓缓的打开，呼气，扣住和推住啊，都是要把我们这手臂的内侧的三根筋和外侧的三根筋绷直。走，再来吸气，缓缓打开。好，呼气放松，走，吸气，继续往上引导。手臂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延伸，尽量的无限向外去延伸，越远越好。好，扣住，握拳，就是握拳，把拳头扣住，从两侧打开，呼气放松。对，绷直。对，过程一定要慢啊，越慢越好。去感受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手臂的这个拉伸。好，走，吸气，对，大拇指一定要扣住伸直，然后四个手指头打开。好，吸气往外。好，到这个地方停顿一下，再无限往外延伸啊，走，吸气。对，有的人练的时候啊，他手臂发麻，指尖发麻，也有这样的一些人啊，就是正常的。走，说明里面还有淤堵，握，扣住，好，慢慢的往下，哇，好，放松一下，请问有感觉吗？找到那个感觉了吗？就是，但是练的时候一定要绷啊，就是手掌要绷，看到没？就跟那脚尖往回勾要绷，绷直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就相当于你要把那个筋先撑直，撑直后你再去拉伸它，才能够延伸越来越远。然后练完之后，伸手臂，你看，你让它甩，甩，走，放松甩，走，甩，前后，对，走，手都热了是吗？好，走，好，然后把两脚打开。
好，两脚打开，说明你们现在体感是越来越好。好，重心移至到，先蹲下来，重心移至到右脚，把胯要撑开，撑开腰杆子要立起来，屁股坐在你的脚后跟上面。好，然后把你的脚踝压一压，头顶正。对，就觉知是一点一点练的，怎么样才能够去恢复？就或者是你有那个觉知呢，能感受到，比如说这种很细微的一些关节上的这个变化，它都是要从拉伸的过程当中去觉知它的。啊，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体会到了酸，你体会到疼，你体会了胀，或者你体会到这个麻，它都是属于一种恢复觉知的过程。而且你在拉伸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平心静气，好，把它放松下来，意念，由你的意念，比如放在你的脚踝上面，好，意到气到，气到血到，对的，好，换。不一会儿你就感觉哎，脚上就有劲儿了，为什么？因为把气血引导我们的脚下去了，它有在拉伸，就跟我们手在做拉伸，一会儿手就开始发热，它是一样的，血通过去了，走。对，稳住，身体不要趴，不要这样趴下来，对，立起来，哎，是完全，就因为你立起来之后，你完全你的重心就会坐在你的脚后跟。你趴下去看，还有一种平衡。哎，走，好，换。对，走，换。好，再换。好，然后把两个脚并拢，这样压一压。脚后也是一样啊，脚后跟抬起来，看到没？脚后跟抬起来。对，手撑住地。向前这样压压脚踝，就很多人脚踝就是特别硬。好，好，起，好，放松，把腿踢一踢，走。对，脚尖啊，脚后跟不落地，脚尖往前踢，身体跳起来。对，放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正准备说你要把鞋子穿上，十八、十九、二十，走，快速。对。把脚踝练柔软，不光是要练柔软，你还要感受到这个脚上的这个劲力啊。如果它是麻木的，如果它是比较僵硬的，那你其实是感受不到那个重心到你脚上的那种变化，或者是你即将受到危险的时候，对，你也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个脚踝承受我们上肢的这个力量。当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及时做到预判。走，对，走，继续，好，换，重转，继续，转的时候就牵扯到整个前面腿啊，可能这个胃经，哎，这个拉伸，走，好，换，好，来放松一下。踢一踢，抖一抖，那个抖手腕是一样的哈，就抖脚腕。对，走。好，然后以我们的腰，空气特别好，是挺好的。以我们的腰带动我们的肩，然后带动我们的手，然后去敲打一下我们的这个肩和我们的这个背啊，放松肩背，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慢慢开始发热。好，你看是不是脚腕练完之后，是不是感觉脚上踩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有劲儿？是不是感觉到没？好，两脚打开，好，放松，走，对，把腰转起来，
松才能通，通才能热，走，所以要松要通，气到力到。放松，一、二、三、四，不需要太用劲啊，手就是个鞭子一样，走，利用惯性啊，说白了，走，用惯性去走，哎。看一下手，发红发胀没？对，越是放松啊，不是故意去打，故意去敲，就是一种甩，放松用惯性去甩。哎，甩的过程中指尖是有点微微发胀的，所以慢慢开始就发红。好，然后把手掌搓一搓，开始发热了吧？走，好，收下我们的眼睛，不着急。整个身体放松，对，用我们手掌的热量，好，轻轻的按揉我们的眼睛，对，轻轻的按揉，是吧？用眼睛用的比较多，哎，其实就可以像我这样，比如说每天九式的，好，然后上下，好，开始说啊，就洗脸啊，干洗面，面要常敷，屎要常扣，发要常梳，走，干洗面，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好，可以了，可以了，好，转个身，好，眼睛往远方看，还是一样的，然后往远方看，好，把个人保持整个人放松，深呼吸，整个面部放松，头皮放松，眉心放松。对，眼睛往远方看，朝你自己的那个远方看都可以，啊，只要看得越远越好。好，放松一下，还不光是朝远方看啊，其实还有就是要多看一些绿色。对，多看去绿色的时候，其实也会慢慢发现心情会越来越好，也是一种抒发我们的郁结东西。对，看一些绿色。比如说像那种春天的嫩绿，你看了你就会觉得心情都会变好，那种感觉，那个什么开窍于目嘛，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准备热身的活动，就到这个地方了。身体发热的同学可以把发热两个字打在公屏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练习松松功法上盘、肩部以及呼吸的这个内容啊，然后我们再带一点颈椎。对对对啊，心情挺好，那就好啊。
好，我们开始了，准备从第一个动作开始，伸懒腰，来两脚打开，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对，保持放松。好，两手十指交叉，对，要把我们站桩的这个状态运用到我们在练习松松弓摆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身心放松，走，往上撑。好，眼睛看正前方，不要顶腰，不要顶腰顶肚子，看到没？哎，腰放松，腰放松，对，腰放松，胳膊肘贴住自己的肩膀，对，胳膊肘贴住耳朵，贴住耳朵，好，慢慢的往后拉，还是保持腰放松，不是说往后拉就顶肚子，不是这样的，是胳膊往后走，你看能不能往后走？好，双手从两侧打开，呼气，伸一个大大的懒腰，落，掌根向外推。好，走，吸气。呼气。走，再来，吸气。呼。吹嘘呼吸，吐故纳新，走，再来，吸气，呼气，鼻吸口呼啊，走，吸气吸满，呼气，嘴巴呼进，走，再来，吸气。呼，好，反方向走，吸气，呼气，承肩，坠肘，松手腕，走，再来，吸气，对，打开，打开，这个打开的手掌也要打开，就是那个指尖，哎，也要食指撑开，这样的话你拉伸感才会有。好，吸气吸满。呼气放松，落，走，再来，吸气，呼，走，再来，吸气，呼，吸气，呼。吸气，呼，走，再来，吸气，呼气，走，再来，吸气，好，呼气，胸前抱圆，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腰放松，头顶正，好，向两侧扩肩，啊，扩肩的时候掌根要往外推，看没？推，它有一个开合劲，向两侧是打开，向里是合，哎，同时向两侧打开的时候，同时要把气呼出来啊，千万记住不要去憋气，能明白吗？好，啊，音乐声音大了是吧？那我调小一点，没了，都快调没了，好，来准备啊。不要太过于用劲啊，一点点就行了，主要是把胸腔打开。好，走，一，哎，扩开，走，二，不要耸肩，三，哎，四，它是有两个呼气，发现没？往后是一个呼气，往前它也是一个呼气，因为它是有两个劲，开是一个劲，合也是一个劲，能明白吧？好，四，哎，五，对，舒展开，六，哎，七，哎，八，九，十，好，来放松，甩一甩胳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往后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放松一下，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对，有的人会喘，不着急，心跳开始加速，就稍微快一点，他可能就会觉得累啊。这个时候你就要平心静气，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呼吸，然后慢慢让他缓过来。好，下一个动作，双手向后交叉。对，双手食指向后交叉，两脚打开。好，走，掌根啊，从内向外去翻。对，掌根从内向外翻，抬头眼睛看上面，吸气，呼气，走，再来吸气，呼，走，再来吸气，好，呼气。对，把胸腔打开啊，胳膊往外撑，把整个后背要夹紧。走，再来吸气，夹住，撑开。好，呼气放松。走，再来吸气，呼。走，再来吸气，呼。走，再来吸气，呼气。走，再来吸气，好，呼气。走，再来吸气，哎，打开。好，把两脚打大，身体朝前，胳膊慢慢的抬起来。对，能抬多高抬多高。对，好，缓缓的抬起，保持放松，放松，放松，放松。对，再放松，再放松，胳膊再往下一点点，再抬起来一点，再往下一点点，反拉肩。好，定住，定住，定住。好，吸气，起。好，呼气放松，合。好，然后走，轻轻的揉。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紧啊，可能是湿气重，很正常啊。这个人的这个状态不是说每天他都是能够保持特别好的状态，是不是啊？顺其自然，走，出频了，走，出汗了，走，轻轻的揉。对，放松，慢。对，一定要缓慢的去进行，走。对，微微出汗是最好的。走。对，慢慢的揉，走。走，再来。好，两手护住腰部。看没？用你发热的这个掌心呢、啊？对，用你发热的这个掌心护住这个腰部，哎，你去暖它。好，身体保持中正啊，我们来做龟息功法。好，找到这个虚拟顶劲的感觉啊，走，下颚往里收，百会往上顶。对，就相当于你整个颈椎是有一个牵引的，哎，这个地方知道百会在哪个地方？百脉交汇处。哎，往上顶，下往里收，百会往上顶，顶，再往上顶。对，你可以感受自己呼吸的变化。就当你的头，哎，头顶悬的时候，
把你整个脖子放松，颈椎拉直，舌顶上颚的时候，看到没？你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吧？呼吸慢慢的变深，好，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吸气，下颚往里收，走，呼气，慢慢的往前伸，嘴巴 O 型呼，拉出去，拉出去，身体不要趴下去，肩膀往后，脖子往前，形成一股相振之力，吸气。好，回正，下颚往里收，百会往上顶，呼，吸，回，走，呼气，吸气，回正，走，呼，吸气，回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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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呼气，就是画圆啊，就是很多动作都是围绕的圆去走的啊，没有说直来直往，对，走，画圆，特别是太极拳，走，吸气，回正，走，呼气，吸气，好，回正，好，定住不动，定住不动，好，双手拿出来，两手式的交叉，对，跟着我练啊，我怎么练你就怎么练，好，双手抱于自己的后脑勺，两臂打开，开胸展肩，怎么可能没声音呢，走，好，肘关节扣住，对，扣住，吸气的时候向两侧舒展开，吸气，对，打开自己，好，呼气放松，走，再来，吸气，对，慢，好，呼，走，再来，吸气，呼气，走，再来，吸气，看一下自己的两臂，看到没，胳膊打不打得开，胸腔打开，腋下打开，拉伸开，好，呼气，走，再来，吸气，呼气，浊气呼出去，清气吸进来，走，再来，吸气，吸入清气，哎，对了，好，呼出浊气，走，再来，吸气，好，回正，放松，吸气，双手从两侧打开，起我们的脚后跟，把肩膀往下压，百会往上顶，对，这手就像，看到没，准备一个，这是一个开，对吧，合，两侧打，向外侧推，好，吸气，好，回正，这口齿一直在伸筋呢，走，再来，吸气，顶，
源源不断冒口水，走，呼气，走，再来吸气，好，呼气放松，走，再来吸气顶，呼气，好，落，吸气起手，好，呼气放松，好，放松一下啊。好，这就是我们早上起来之后啊，练完准备活动之后啊，就是我们呼吸这一方面的这个练习啊。对，经常练呼吸的人，可以这么说啊，经常练呼吸的人，他的心气一定会越来越平和，里面的一些郁郁结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对的，对，而且对很多事情会慢慢有更多的包容心啊，所以说你在练呼吸的同时，也是在把你的心量练得越来越大，练得越来越包容。对啊，都是在这种吐故纳新的过程当中，一吞一吐，哎，就完成了。好，下一个动作，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练肩部的内容了。好，我们通过甩一甩啊，尽可能把我们肩膀去舒展开，好吗？好，准备，还是要，只要既然脚踩了地，只要你脚两个脚接触到这个地面，就一定是要把你的腰胯要放松，食指要有抓地的那种感觉。好，后面手是勾手，上面这个手是掌，然后进行左右交替啊，我们就左右拉肩，哎，把肩膀拉伸开。好，在拉伸的过程当中，眼睛要往后看啊。要往后看看后面的这个勾手，同时把气呼出来，不要憋气，能明白？对，到了我们肩部的练习了。好，准备，好，调整自己的呼吸，保持放松，后手是勾手，上手是掌，走，吸气，好，呼气，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来放松一下。这个甩的时候呼气发力啊，也不是刻意的去发力去呼气，而是顺着这个劲去走，因为你两个手在甩的时候，它就是不是有一个惯性。好，那我们这身体顺着这个惯性去走就可以了啊，然后顺带把它给拉伸开，而不是刻意的去拉伸。刻意的去拉伸的话，很容易把这个肩膀这个地方给它拉伤啊。好，来换另外一边，预备。好，调整自己的呼吸，走，吸气。好，呼气，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哎，好，来放松一下。对，放松放松，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对，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好，下一个动作，两脚打开。好，把腰放松。双手十指交叉，好，放下来就翻掌，掌心朝下，好，整个人松下来，不着急啊，向上拉肩，向上啊，把我们的肩膀拉开，同时也要把气呼出来啊。好，来，预备，好，你们先看我做一遍啊，气与力合，整个身体啊合而为一，力从脚起，力由己发，好，走，一。哎，看到没有？哎，发力就是一瞬间啊，你不要就是切记，就是一定不要拖泥带水，拖泥带水的话很容易把腰闪到啊，就是一下啪啪啊就落下来。好，来，准备，走，二，身体不要闪啊，还是坐下来，走，三，对，我没有说往上蹬的这个动作啊，走，四，你只需要把下盘的这个根扎稳就可以了啊，走，五。
对了，六、七、八、九、十。好，来放松一下。哦，对，感受到没有？对，气与力合。哎，拉完之后是不是腋下这个地方打开了？肩膀打开，胸腔打开。哎，往外甩，往上，往上去甩。啊，这个动作做不好，最主要就是你一定要，还是那句话，你要把下盘扎稳，下盘一定要扎稳。对，只有你在扎稳的这种情况下，能够保持脚下是生根的，然后你这个手臂才能够向外去延伸，对吧？因为你往后甩，这个手往后往上甩，它是一个向外的劲。那如果它是一个向外的劲的话，那就必须有一个向下的一个劲，是吧？作为一个牵引，保证我们身体的这个平衡，是吧？然后整个腰也一定要合住，不要去顶腰，这样的话很多人在发力过猛的时候就容易闪到这个腰，能明白吧？好，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开始揉，这个动作就很简单了。好，来背，好，保持放松，肩膀往下沉，走，转，揉。对，刚开始第一个第二个的时候你会听到咯噔咯噔响，到后面就好了。拉开，走，对，揉肩，慢慢揉，对，一点一点的来，走走，就两个肩膀画圆，走。先把身体这样看，你这样可以吧？这样做大家能做得到吗？就这样，你不用站得特别直，就是你感觉忙完一天之后，你感觉很累，你就想放松一下，是吧？你会把腰放松，身体会往前扶，是吧？或者是有的人喜欢这样撑腿，因为他觉得这样也挺放松的，就是撑住这个腿。好，他就是保持这样的放松的一种状态。跟像那身上没骨头一样。好，然后轻轻的揉。对，你要把水拎起来，其实也要是要这样，是不是？你要肯定把身体扶下去，然后把马步一扎稳，是吧？身体扶下去，马步一扎稳，然后再把这个水拎下来，是吧？你不是说我人站得直直的，然后，是吧？因为这种发力方式，它只是胳膊在发力，是不是？胳膊把它给拎起来，然后但是如果你把马步一扎稳，然后身体一扶下来，是不是感觉是个整体？是不是靠身体整体去走？好，那这个揉肩就是靠整体去走。看到没？走。这个够清晰了吧？走。走。走。对，整体走。你看，有的人他做不到，他就这样，这样，他做不到这个身体上。你看，整个身体去画圆，大，你看，对，它有一个往上，就有一个往下。哎，你看这边往上，那这边就往下，它就是一个阴阳的交换。哎，感受到没？走，走，哎，走，身体不能歪啊，身体不能，哎，不能这样。还倒一下啊，不需要倒，走，对，它就是要揉我们的这个肩背啊，后面的那个整个后背要动起来，走，走，走，哎，慢慢的揉，走，走，走，揉，走，身体一定要灵活。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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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两手拿出来，好，搭于两肩。好，转肩啊，转肩，走，一圈，夹脊关打开啊，含胸把背，
要有一个撑拔的过程，走二，慢慢来，呼气，走三，呼吸一次啊。比如说你分左边吸气，右边呼气，或者你可以分右边吸气，左边呼气都可以。走，吸气开，呼气合，吸气起，呼气落。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走。对，吸气是蓄势，蓄势打开，呼气放松，往下拉，走，再来吸气，呼气，对，没点关注的同学记得把关注点一点啊，走，吸气，对，把粉丝灯牌亮一亮，感谢大家的支持，走，吸气。哎，呼气放松，走，再来吸气，呼，走，再来吸气，慢慢走，呼，走，再来吸气，好，呼气往下按。好，然后我们开始了上下抖肩，对，把肩膀抖起来，走，两肩相扣，轻轻的抖，闪动啊，对，就闪动，对，手臂放前面，不要放两侧，不是放两侧，是放前面的，对，顺着大腿往下走。对，要听得到那个肩膀往下沉坠，沉坠，沉坠，对，往下坠，走，走，对，放松，轻轻的闪，好，感谢亮的粉丝灯牌啊，谢谢，欢迎加入啊。对，人要越练越轻松，而不是越练越紧张。走，放松下来。对，走。对，非常好，走，继续，坚持住。这练的是什么？每天早上是练的是松松功法啊。现在我们在练抖肩，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揉完肩之后，或者拉完肩之后，现在就是要把肩膀放松，对，往下抖，往下沉坠。在泰拳里面啊，有一个动作的要领叫沉肩坠肘。好，那你现在向下去闪的时候，它就是要把肩膀往下沉。而不是老是耸着肩，就很多人习惯就自然而然就耸肩，就感觉一天人都是紧张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他没有办法去放松下来，特别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吧？或者人在做一些动一些情绪的时候，他就容易在，对，一个是保护自己，他觉得哎这样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太投入了啊、嗯，就容易耸肩。好，那你就把肩膀往下沉，对，再往下沉。刚吃完饭的人员不行，最少你要等到半个小时之后。对，走，能明白吧？你为什么叫礼貌两步？好，吸气，好，呼气放松，往下按。好，来，你感受一下，动一下这个肩，有感觉吗？用最真实的状态来告诉我，两个肩膀左右啊，是不是要松了很多啊？就是是不是肩膀就是要往下沉了，不是这样。哎，你两个肩膀不是这样架的，你看这个人就感觉像缩着一样。哎，松下来就沉坠下来，对，有一个往下斜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对你这个地方松的越狠，那说明这个手上，是吧？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练太极拳一个招式的时候，哎，比如说你看往前推，你看你的肩膀是松的，嗯，松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把这个气，哎，运到你这个掌上来，能明白吗？哎，气力，好，松沉，哎，释放出去，哎，感受得到吗？对，而不是说你这样。你看，就力量、气力全断在这个地方了。你这个地方是没感觉的，哎，但是你松下来之后，沉肩坠肘，好，沉肩坠肘，好走。你看，能感受得到吧？对，就练肩膀要练松，松才能通。对，通了之后是吧？那个气什么血通了之后，慢慢这个手就开始发热。然后你看看你的指尖，这个气是足的，指尖是饱满的。哎。好吧，好，下一个动作了，小熊提水。好，小熊提水。好，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这个动作是一个综合性的拉伸啊，你练完之后你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好，两脚还是一样与肩同宽。对，整个把腰放松，掌根往下一压，身体扣住。好，吸气。起，胸腔打开，好，呼气，慢慢的往下按，好，换另外一边了，就身体，哎，先趴下去，然后走，吸气拉起来，这个掌根还是继续往下压，然后走，左手的手臂贴着身体，慢慢的拉起来，就提起来，肩膀顶不动，肘关节往上顶，眼睛看下面，对，眼睛看你的下面。好，然后走翻的时候看左手，看到没，看左手，好，往下按，好，往上提，吸气，呼气，好，再来吸气，好像不是很大哈，昨天这里也好像不是很大呀，我瞄不了，给我打呼气，你别我们能给打。对，走，吸气。你老人好像是九班，今天进的书了。呼气。这几点钟我就到了九班。走，再来吸气。呼气，就整个上半身啊，全部让它揉起来。走，吸气，揉。好，呼气放松，走，吸气，呼气，走，吸气。你这个不太是笑话，怎么的？呼，吸气。李师傅，哎，我们今天来几个人呢？呼气。两个。走，再来吸气。好，呼气放松。怎么样，各位同学们？就这个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就是你做完之后啊，你感觉整个人好像就释放开了一样，就完全就打开了啊，就整个人身心是比较通透的。啊，就这个动作，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动作。我等去拿一下麦克风。沙发拉伸，他好可怜，哎呀，他不是沙发了，他可以了。这个衣服做不脱啊？再扭多可以摸的。你把拿过一个。加水壶，好，来了。哦，指尖发热挺好的，越来越通透了。有没有那种就一动，就稍微一动，就是就已经开始就是身上就慢慢就发热的那种？嗯，我带一个麦克风啊，这样的话就好一点。哎，有麦克风，就是懒得带而已。好，稍等一下。
哎 ，OK， 这样的话你们就听不到音乐的声音。揉动的这个地方，对，揉动的这个地方，好不好？好，这就是我们松松功法上盘的这个练习，就到这个地方了。你觉得，哎，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练习有收获啊，确实对自己的身体，哎，有所帮助的同学，记得一定要左上角把粉丝灯牌没亮的同学记得亮一亮，然后加入到我们这个晨练当中来啊，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提升，一起进步，好不好？我们都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属于一种共修的一种方式，对啊，相互彼此监督，一起坚持。每天早上是6:30到8:00这个时间段啊，一个半小时，对，带着大家一起来练功。好，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把中盘腰部和下盘腿部我们简单的练一练，然后练完之后我们来把八段锦练一遍，好不好？好，能听得到我声音吧？啊，应该能够听得到啊，这样的话就杂音会小一点啊。我把这个真意，好，也能听得到是吧？好，喂 ，OK。喜欢听音乐的声音啊，这音乐的声音听不到了。我看一下能不能这样啊，有一个办法啊，我的办法可多了。哎，这样就行了。什么？好，好，这样不就可以了吗？哪边筋更硬一点？哎，你自己感受一下。好，放松放松。好，松到一个点的时候，好，轻轻的走上下，看没？上下去拉伸它，走一、二，把腰放松，三、四、五、六、七、八。好，脚慢慢的收回来，完了又卡了，好像，哎，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网络，啊，又卡了，是吧？是又卡了吗？哦，我们卡两遍了，好了是吗？可能是放音乐放的啊，有可能是放音乐放的啊，不过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好，能能你我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觉到，反正我这边是能够感觉得到，就是天气变冷之后，就天气冷之后啊，不行，又卡了，又好了，又好了，又卡了，又好了，怎么反反复复啊？怎么跟内存没关系啊？嗯，好，不要音乐了，我没设音乐。好，他就反复跳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们现在没音乐了是吧？没问题了。哎，这个网络真是不知道怎么弄，可以了吗？现在可以了吗？网络可以了吗？还卡吗？对，好，开始了是吧 ？OK 了哈。对，就是我们这边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天气冷之后啊，就天气冷了之后。还是能明显感觉到这个筋在回缩，对，在回缩的这一种感觉。没有音乐反而还卡，那是因为我带了麦克风就看不到了啊，老是反复跳网，这是什么原因啊？啊，好，来准备啊，好，好，保持放松，下一个动作后仰腰。两手护住腰部，对，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走，吸气，好，呼气，一抬头，二挺胯，三展胸，四下腰，吸气起，好，呼气放松，走，吸气，呼。好，吸气，还真是这个问题吗？我不相信是这个问题。哦，哎，就跟这个没有关系吧？我去，还跟这个还真有关系，带麦就不行了。还真跟这有关系啊！好，来继续啊，后仰腰，准备，走下，好，吸气起，慢一点，呼气放松，把腰放松，走，呼气下，好，吸气起。呼气放松，走，再来吸气，对，把腰撑一撑，走，呼气下，吸气起，呼气放松，走，再来吸气，呼。吸气，呼气放松，走，再来吸气，最后一下，好，呼气下定住，不要动，对，定住不要动，坚持住，五秒，五、四、三，再往下一点点，二、一，好，吸气起。好，呼气放松，身体慢慢的往前走，对，放松，把腰背拱圆，好，轻轻的拉伸，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然后走，左右晃一晃，把腰，对，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然后慢慢的起，哎，好，手护住腰部啊，走，转一转啊，是不是带着那么快？
卡，我把那个麦克风一带上就卡，不带上就不卡。好，走，转，把腰转起来，走，旋转一圈，走两圈，走三圈，走，对，慢慢来，走，对，不着急，走，对，走，好，换另外一边，这还想带大家练八段锦，走，好，走，好，走，好，慢慢的回正，好，然后再把轻轻的拍一拍，滚后腿，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放松一下，好，下一个动作了啊，打扰你一下，试探麦克风，这个拿道具多的，拿好的地方，你挡我一下吧。什么？这个要记吧？什么记？什么？这个高高地板在这里。啊，够吧，够吧，够吧。可以啊。就高了吧，高了就记住。高了就聚一点。啊，这是什么地方呀？这个不是吧？我觉得还好吧，可以啊。我是这么高的，别去了哈。哦，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好。好，来下一个动作啊。好，来两脚打开。指尖无限向外去延伸，侧腰拉伸，好，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走，吸气，呼气下，好，吸气起，走，呼气下，好，吸气起，走，呼。指尖向外去延伸，好，吸气起，对了，好，走，呼气下，好，吸气起，走，呼气下，好，吸气起，对，腰的两侧啊，腰的两侧也要去拉伸，走，不光是往前，不光是往后，还有我们腰的两侧，哎，也要同时去拉伸开，走，呼气放松，好，吸气起，我还以为我看到了彩虹，我说怎么可能，好，放松一下，好，放松放松，这是在哪里，在武当山，嗯，好，放松放松啊，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练八段锦啊，用最后一点点时间，好不好，我们来把八段锦练一练。我还是用一下这个麦克风，我不相信。带上麦克风。喂。我看他卡不卡。喂。哎，这不就好了吗？哎，好，可以了。好，那我们刚说完，刚说完就不行。但是，这很奇怪啊，这个是。就是出现，就是涨了，难道是我的网太差了？嗯，好，你们说不卡了是吧？好，那我就带上。不卡是吧？我看他，因为我看就这个地方，他又会出现红色的那个说网络信号不好，然后又开始了，看到没？就不能讲话。好，来。好，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呼吸啊。单练的是松溪派的一套八段锦啊，因为这套八段锦可能更注重的是在于调息啊，调息、导引、用意不用力、屈膝下蹲、起脚开步、抱圆守一。好，放松，
裆部撑圆，吸气起手，好，呼气慢慢往下按，好，第一式，双手托天，理三焦，吸气起手，十指交叉，上托，至我们喉咙这个地方啊，胳膊放松，对，胳膊放松，肩膀往放松，往下坠，好，整个腰放松，呼气翻掌，两臂打开，走，吸气，往上起，同时移重心向上拔伸，胳膊保持弯曲，保持吸气的一种状态，如同托天之势。好，呼气，掌根向外推，哎，用力不用力啊，不是刻意往外推啊，就保持放松，对，绷住，双手从天边缓缓的下落，对，你看落下来的时候，你应该能感觉到手指指尖那种发麻发胀，是吧，手心发热的这种感觉应该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他用的第二个要领就是导引，所以说我们练习的过程中，通过调息让我们变得更加专注，哎，关注我们身体的本身，走，吸气，走，呼气，翻掌下沉，欲上先下，走，吸气起，撑起来，呼气，走，再来第三遍，吸气，走，呼，吸气起手，起脚后跟，保持吸气的状态，呼气，好，放松。第二式，左右开弓，如射雕。好，右脚往右，一大步。吸气起手，右手从右侧缓缓的升起，啊，五指食指打开，五个手指打开，微微打开。好，哎，又好了，失联了，黑黑的一片。我就说不能带那个麦克风啊，它不是走近了就卡，就带那个麦克风，一带那个麦克风就掉了，不知道为什么。好，现在可以了。好，我重进了啊，我还以为是直接就没了啊。好，来准备啊，还是接着继续，但是声音会有点吵啊。走，那就看我们的心性了。走，转，哎，以腰带肩带手，合住啊，再把左手的剑指拿出来合住，放在这个腋下。好，右手握固，左手剑指拉弓射箭，成马步。哎，手不要往后拉，放平啊。还是一样，用力不用力，对，放松，好，呼气，转，好，合住，手合住，对，搭在这个地方，哎，合住，
好，走，吸气，拉。对，这个手关节这个地方要扣住啊，扣住，不是手腕扣住，不需要你手腕扣住，因为你手腕扣住的话，就这个地方会容易紧张。对，就是我们这一套八段，你在练习的时候要保持放松，用意不用力的，对，用我们的意识去引导我们的四肢无限向外去延伸。好，走，呼气。好，吸气。走，呼气。走，吸气。好，呼气打开。对，动作一定要做标准。好，慢慢的落收。好，紧接着第三式，调理脾胃，虚丹菊。好，放松，身体保持中正，手低一点啊，不要都托起来，放松，在下面从下往上走，吸气起，撑起来，左手托天，右手扶地，还是这样，用意不用力啊，不是说要练成这样，你看这样就容易，这就太过了，看到没？还是要保持身形中正，不要歪，哎，中正，好，用我们的意念去引导。上下对拉，胳膊还是保持弯曲的，走，呼气，调息，好，吸气，好，呼，走，吸气。好，呼气放松，走，再来，吸气起，好，呼气放松，走，吸气拖，好，呼气，走，第三遍，吸气，好，呼气放松，好，慢慢的往下按，看一下这些手，你稍微握拳，你握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劲儿。我口齿在一直冒口水，在生津。啊，这冒清水。哎，好，第四式。好，你看，放松，按下来。好，不动，吸气，起手。哎，起来，好，打开，吸气。看我的身形是正的吧，我没有说这样，也没有说这样，来，坐下来，看没，哎，坐下来，您好，吸气，对，呼吸是打开的，吸气收回来，走，鼻腔吸气，呼，那里输给了，输给了，输给了，吸气，呼，输给了，吸气，啊，输给了，来呀来呀，要不要？呼，来吧，小姑娘。
哪里吗？我是杨洋。来来来，吸气。杨洋，再呼。打扫吗？吸气。呼。直接定根了吧。吸气，对，能转到多少是多少，但是一定要把这种松要体现到极致。走，吸气，不是要拧，就是硬要去拧转，是松下来之后，看松，坐下来，转，对，就是用眼睛往后看。吸气，回来。再来一遍，走，吸气，呼，吸气。你要攒一个都行了。好，呼气放松。好，第五式，摇头摆尾去心火。走，右弓步，好，收吧，收吧，收，收，好，继续去走，好，收重，收着，好，放松一下，收工，收工，下课，来，准备。找到自己的呼吸，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好，下课。好，辛苦。好吧，我们就先收吧，先收吧，好不好？对，然后要继续练的话，就大家下去之后再继续去练，好不好？主要是那个声音啊，太影响了，它跟昨天还不太一样，好不好？那我们就收吧，就直接就收。没关系，有一朵云是飘过来了，对的啊，好吧，那我们就明天早上见啊。明天我还不知道会不会带着大家练功，有可能明天休息，也有可能后天休息，好吧。好，预约就不上，没有回放啊，没有回放啊。好，如果说大家，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一起来继续深入去学习的话。我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课程的学习当中来，好不好？我花个两分钟的时间讲，如果想要加入的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拍课程就可以了啊。我是有一套五行系的这个课程，好，我给大家上一上，好不好？我换一个地方啊。坚持练功。哎，这为什么有一个这个？哦，为什么有个倒影呢？哦，自己跟课练八段锦，今天的网不给力啊。他今天网其实很给力，就是因为我带了一个麦克风，那个麦克风不知道为什么就有影响，然后带了个麦克风，带着，突然一下网他自己就停了，就很奇怪啊。老师明天不要休息啊，你为啥明天不让我休息啊？啊，对，自己去练一下五行系啊。好，如果说想要加入的同学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拍啊。这个课程总共是除了五行系以外，还有八段锦、活武功，还有易筋经，然后这三个课是作为福利给到你们的
但是主要是学习五行系。然后五行系的这个课程呢，还有那个六节的内部直播课，是相当于是对于五行系的每一式有一个更加详细的，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讲解啊，就是清楚清晰的啊，不用停啊，就是相当于是你拍完课之后，你主动联系一下我们，我会把这个课程链接发到给你，然后发给你之后，你就可以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观看了，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课程是可以重复永久观看的啊，对，大家请放心。站桩课我没上啊，我可以给大家上一上，课程还有五单。好嘞，相信大家通过这个课程一定学有所获，对，你相信我，因为我该讲的我都讲了，就是我该能把里面的这个内容和以及我所学习的一些内容，还有比如说我从小这种练功包括内家拳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该讲的我都有讲，我相信你们通过开完课之后你们去学，比如说像那个内部的那个直播课，就内部那个直播课你去学，你尽管放心去学啊，重复去看，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知识点，相信对大家的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吧，我们在学习这个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还有包括我们懂这个养生的这个方法的过程当中啊，你都会慢慢的产生新的认知啊，就新的理解和新的这个认知，而且内容是远远超过这个课程本身的价值的，就光我那一节课它都不是这个价格，更何况这里面是包含的不光是一节课，是还有八段锦国功和五行系的这个课程，是作为福利给到你们，就相当于是你拍一份课得四份课，对，因为我把它给归类了，就把五行系啊八段锦啊和易筋经啊活武功啊，我都是把它归成那个导引类的功法啊，就是有这四道功法，其实对于你一辈子来讲其实都够了，就够你去练习的，而且还有就是我的课没有其他的任何多余的课，就比如说哎老师你的课这么便宜，会不会有一些企划，会不会等着有1000多或者2000多或者是10000多的课程等着你们啊，抱歉并没有啊，对，我目前带的就这两个课，一个就是五行系，一个就是站桩，其他的没有，其他我也没上啊，然后也没录，还没有出，他们也等着出，但是出的比较慢，好不好？对啊，就是这个五行系啊。哦，我再说一下那个易筋经啊，那个易筋经是正反面的全套带念，因为我在学的时候也是一个老师，天天就在前面带着我念，然后我就看着看着就看会了，当然也是要结合自己所学的，因为我从小是在这边习武长大的嘛，所以是有一定的这个基本功和基础，所以在学一些动作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啊，比如说学会了之后然后练一练之后就结合自己的这个理解然后就把它给练出来啊，就比较容易吧，就是你能 你感觉就是你能跟上的动作你就去跟，好不好？客人的话就是练八段锦啊，你可以练练，多练练八段锦，我那一套八段锦都是这种价格啊，对，那个八段锦是就相当于我刚刚带大家练的那一套比较舒缓一点的，就稍微较舒缓一点的那个八段锦，对的啊，好，欢迎加入啊，这个站桩课我也给大家上，课程还有一单啊，五行系的课还有最后一单，对的，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站桩课啊，给大家上了39.9元，这两天我们就在那个上那个站桩课，就相当于是这个站桩课就相当于是大家能够去了解比如说站桩过程当中的它的一些要领和一些要求，但是你要想熟悉的去掌握到这里面的要领是需要你通过花时间，对吧，或者是有些东西是需要通过言传身教啊，比如说来这个地方就是说比如说嘛，每一个动作能够尽可能的去吃透，还有把背后的这个所以然想清学清楚，那就需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学习，但是你想作为一个初学者和零基础你想去接触到这一块，或者是想去好好的去站一个桩的话，那你就从这个课程开始39.9元，然后你可以在线上我们有一个学习群，你就坚持去打卡就可以了啊，然后给自己积累一定的时间，一定是要积累一定的时间，买啊，可以买送人吗？不可以啊，我不建议这样，我在这个直播间只说你先把你自己练好，你再去影响别人，你像这一次过来的很多学员他就分享他为什么能过来，比如说他为什么能够得到家里面的同意和支持，你们想不想听一下？
就为什么他能够过来，因为我们在我们直播间呢，应该每个人都有家庭，都有子女，是吧，或者都有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就为什么他们还能够来到这里，然后参加这样的一个班，他们是这么分享的，他们说是因为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每天跟着一起念，确实他周围的一些人，他身边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子女，然后看到是明显看到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他的精气神，他整个人的这个心态，他的这样的一种转变之后，说哎，说我这个地方有一个班想过来参加，然后家里面立马就同意了，就说啊，去吧去吧去吧。对，因为看到他的这种进步，以及看到他的这种能量，他是一种往上走的，而不是整天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家里面人和身边的朋友都很同意啊，就是来就同意说来这个地方来去跟着老师再好好的系统的去学习一下，那避免就是不走偏。对对对啊，因为涉及到这个功法的时候，大家也看得到，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其实基本上都是讲的非常非常详细，就是怕大家学歪或者是学偏啊，或者是没有掌握这个其中的这个要领，因为其实线上学本身就是已经算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因为我看不到大家的动作，也不知道大家是练的是什么样子，所以说是需要有一个老师来及时或者纠正或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对大家是一种考验，但是同时也是能够进入到这个门里面来，对吧？好的啊，武当弟子啊，武当弟子，我们的祖师爷，就武当武术的一个什么，就是张冲祖师，好吧？张冲祖师不光是在这一块，他还在他的另外一块修行啊，就我就不去说了，我怕到时候会容易那个什么啊，就不要引导我了。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去查一下那个某度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他那个什么啊，关于武当派的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就王真南的那个墓志铭里面，其实有对武当派就是他的这个传承是有一个记载的，比如说这个传谁，然后再传谁，再传谁啊，他其实有一个记载，就是王真南那个墓志铭里面啊，你去看你就知道了，他有一个传承，好吗？好了，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了，再见啊，大家辛苦了。拍课的同学一定要看我主页，主动联系我们，看主页主动联系我们，我就先下了，好吗？然后我等会可能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了，然后稍等，我会给你们课程进行授权完了之后，然后你点击主页，然后加一下那个老师的微信，然后就我会把那个课程链接发给你，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在群里面见，我们就一起来共修，一起来学习，然后未来如果有什么其他的这种课程，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进行分享啊，或者你想了解什么，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沟通，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一解答，好吗？好，是有一个群的，我们是有一个群。好，再见再见啊，辛苦了啊。好嘞好嘞，明天不休息啊？我不知道啊，明天有可能是线上线下一起练，有可能啊，我就不发预约了啊，因为我不确定明天早上会不会给大家直播，好吧，大家就保持一种期待，如果直播了你就